漠不关心一个法执，一个为自己为了得到什么成就在念的话，那你反而养成一个很不好的习性，对你有伤害。所以我在这边我从来很少叫人家你要念这半边这半边，我不太讲这个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强调你大悲心有替我众生苦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超过别人念一百万就一遍的阿弥陀佛啊，一念菩提心超过百万亿阿罗汉的修行的功德。重点是那个心态，不是我念几遍啊，我念十遍地藏经，我是在做十遍的地藏王菩萨的任务，我在入去十遍的地藏，所以我在念十遍的地藏经，也就是说，因为咱是大乘佛教，咱永远袂使离开众生苦这种的心态，所以要一直这样，这样才可以把自己这个为我而修行的心态完全断除掉啊，承担众生苦的心态，透过阿弥陀佛，因为咱老母痛到要死去，咱囝起码要死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很认真啊！因为众生每一个拢咧艰苦，不管伊起码做当首长、做少年的、做引导的、做健康的，迄拢是暂时的。即唔知死的艰苦，迄才是艰苦啊！唔知轮回的艰苦，这个所以要酝酿这样子的大悲心，去为因念阿弥陀佛。那这个大悲心，我强调一遍的是讲，你根本都无想到自己的成就，根本都无一个我来念佛，完全自然的为众生来念咒语啊，纯粹的。那你要酝酿，你安尼酝酿念一遍大悲咒，超过人念一遍大悲咒的功德。那意思是讲，这个叫大乘的禅，在很专注的、不离悲心的去修一切法。黑龙江为众生，不是我很喜欢读哪一本经典，我很喜欢念哪一个咒，那这样对利益众生没有帮助啊！所以来，那为了所有受苦，特别今嘛等咧地界啊，五鬼道行台的众生，那乃至今嘛伊家饲较好啊，过一个月迄只鬼啊，就要抬死了啊，过无两个月迄只猪啊，就要抬死了了，哎呀，足可怜足可怜啊！啊，你也常常伫咧厝安尼念，不是讲咱今日放心在咧念。啊，每一个咒语都有慈悲的方便，以对治什么种的艰苦，对治什么种的烦恼，所以咱拢爱学。今卖人足善起来，足艰苦的，欠钱的，所以我常常爱替念发财咒，发财咒，不是讲你有钱就免念啊，同好你善起来，你善起来，你才会替我众生无钱的艰苦啊。所以我的师父常常讲，咱出家人唔当收钱，咱出家人若有钱啊，就袂记众生的艰苦。出家人同好是拢伫无钱嘅阶段，啊，无钱嘅阶段，那你只好就一直去想别人嘅艰苦是虾米？但是出家人，就算你今日有钱，你今日开一间病院，开一间佛寺，你更加想，这病院甲佛寺是众生要帮助众生离苦，唔是我嘅。你若即我嘅想法，你规工就规个内底家己看，家己看咧，啊，无法度救半个人来你嘅佛寺，无法度救半个病人来你嘅病院。你去这个本意做这个意定没冲起来，但是不要满足在那个想法。所以全国为人，你起码无出家，你还是讲我活在这世间啦、啊。阮家、阮囝、阮某、我的事业，其实这拢是一个邪见，这是一切拢是无常可幻化。结果我来安尼慢条条，你还生起这种的见笑心、见笑心、压力心，你袂使以这个为满足啊，不然呢，往往你就袂记得要离苦。啊，甚至也忘了众生的苦，所以想话众生你要替伊念佛祈求，你要了解。好，再念一次来，阿比迦当伽，阿比迦当伽，阿比迦当伽，哈阿夏萨玛哈，哈阿夏萨玛哈，哈阿夏萨玛哈，妈妈古林三昧达，妈妈古林三昧达，不要叫醒个，叫醒个，你起码在做动物啦，起码在做鬼啊，那不是你的本体。你本体是佛性啊，所以呢，就叫大觉，大觉众，和你恢复对方的佛性，回看你自己是佛，你不是乞家，所以你要发这个心要很强哦啊！你也惊，起码你要回修，准备修的惊，今早我要休息哦，念咒爱有这种想法啊，提醒对方，你若唔今早你要回休息啊，你茫讲啊，你自己就痛苦诶，你佛性的，你有啥物通我艰苦？那些查甫囡仔，
也安塞也男朋友走去，干啥足艰苦，自杀，你还该念咒，嘿嘿嘿嘿，快乐是伫你的自信内底，你有一个佛性，啊，你有一个爱心就好诶。但是你爱心去接触一个查甫人，你就足歹命；你爱心去爱一切众生，你就足快乐。我骂你变面好，啊，你个扭起来，个泡青，啊，让他看到哦，原来我的痛苦是家己找来，这自私占有的执着的爱，啊，不可能快一种。快乐的爱，所以阿兰的女朋友，不是阿兰无女朋友，迄查某囡仔对阿兰嘛，啊，对他讲，阿兰出家，我嘛要来出家。那佛陀个啊，甲这个摩登拳女讲，阿兰，你若爱，阿兰是咧学我，将自私的爱去爱所有受苦的众生。你既然爱阿兰，你嘛要去学习这种的爱。安尼唔则真正咧爱阿兰。哇、哦，摩登拳女就开我，啊，跪落来哭，安尼我都出家吗？我嘛要来练习这种爱。所以佛陀直接给他开始这个摩登拳里比阿兰较早进入阿罗汉，安尼啦，啊，所以佛陀就调御丈夫就熬诶，伊就发到将这世间的杂念给变化给转化。你佛陀的大悲心，伊绝对袂去讨厌讲，而且查某囡仔咧爱我的书，爱我的出家人，啊，你实在不要做人，佛陀无迄种摆脱的心态，啊，佛陀是。对阿兰嘛，就比对这个爱阿兰，佮佮放毒，佮佮放酒，要害死阿兰破戒。摩登拳女，佛陀一死也都无摆脱伊。那佮比安怎佮伊转化？所以讲，你来每一个佛的故事，你要去看，特别《法句经》啊，佛陀本身故事经典，啊，你去听哦，佛安怎度众生的？啊，咱就是迄个去用度迄个人，不管伊是杀人的，伊是妓女，伊是好家人，伊是皇帝。因为那每一个人都去扮演他的角色，因为安尼你才好多天鹅做皇帝艰苦，做好家人的痛苦，做善家人的艰苦，去给天鹅啊，天鹅的艰苦，所以咱才要给对敌，对敌是，所以我要替你念这个佛，所以我要替你念这个咒啊，咱未使修行一直咧为家己念啊，我即马掉感情哦，师父叫我爱念七遍的黑气名，念那么狠啊，当然念快好个安尼，安尼较慢哦，这食药啊无效啊。念大悲就是众生的艰苦破病啊！我即马听我条，我咧艰苦，所以我要为众生念大悲咒，就是念大乘佛啊，爱按照大乘发心去念。我能够强调一遍，好，所以大家念一下，好，大家拢起起来，啊，咱嘛起起来，咱本来就是圆满的佛性，就是咱的梦想执着，甲咱砍掉的。念一下，妈妈古林三昧达，妈妈古林三昧达。妈妈固定三昧达啊，所有啊海鲜水产哦，拢消业升天升净土。来，南无宝智如来。嗡、哦，我是波罗摩尼梭哈。所以你咧念咧，你的观想你的力量啊，其实各位不是你的声音，会记得这句话。我今物咧念这个嗡、哦，我是波罗摩尼梭哈，就甲波吉如来的功德力合为一体。那透过波吉如来的功德力，伊的愿力。就进入了所有的大海水，所有的水中动物，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你将阿弥陀佛的力量布施予对方，唔是我咧念阿弥陀佛，我的力量给你帮助。记一句话哦，无你去讲助念，对方拢未超度。想怎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很快个嘴阿个阿弥陀佛，念块你嘴阿嘴会破，个你妈念未好。那我念阿弥陀佛是借阿弥陀佛的力量去帮助对方，安尼，那你。请阿弥陀佛打起对方佛力，而不是你自己的分别心啊！不然的话，你会退转，你念故你也退转。所以我敬拜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来加持；我敬拜念药师佛，药师佛就来斗三工。安尼你有快乐无？哇！你比佛较伟大，拢互你叫东叫西呢？啊！因为佛就是咧淡然，佛就是咧淡然，观世音菩萨咧淡然，只要你念佛名。那一代所有你看到的痛苦，拢我都消毒，各位记得这种力量，卖，那好好卖，你表现自己，凸显自己啊，没不用自卑，不用自卑，不用骄傲，完全融入在佛法里面。总共安尼讲，我已经变当机啊，你知无？我已经没记，时间空高，我脑咧疼，我拢没记咧呢，因为我很认真，因为这个认真是我融入在佛法，起码。阿弥陀佛，你给他加持，有时候你给他加持，我做当机做阿真快乐，安尼啦，我充满力量，我不会生病。就算我若要破病，我嘛是安尼，我已经都决定了。海涛法师变他死，死嘛，佫多阿哩功夫话，好人听。
然后公安没声，再见，跟他麦克风派起来。但是我不会感觉到说我的破病啊，因为完全的利他，完全的利他，没有我，所以各位在哦，当你的破病艰苦，你专心为众生念阿弥陀佛；当你的破病艰苦，你为众生的念心经，心经有法度可以开悟，证得空性，可以不退转，可以忍读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心经是大明咒，哇！两发灯开嘛，就欢喜，听不着？你迄阵你就超越你的破病艰苦，而且破病艰苦是咱的执着放不下，感情肉体，这是咱的执着，所以咱透过法来打破咱的五执。所以我跟咱讲，好像慈悲，你慈悲去甲对方斗三工，就超越你一切所有的痛苦。你为了家己的痛苦，你修行，你永远都行不出去，那无法度听我的佛的力量。所以念阿弥陀佛。你变阿弥陀佛，十方诸佛都变阿弥陀佛。你加持迄个人，请问迄、那个艰苦的超过无？百万佛咧帮助一个受苦的众生，哪有可能众生无法度离开痛苦呢？迄重点是你的信心。所以，祖师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比咱凡夫念百千万亿的阿弥陀佛好。是安怎？因为祖师安住伫空性无上菩提心。那所以，咱就爱发起祖师的无上菩提心。阿弥陀佛的无上菩提心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，迄就是我的愿。所以我咧念阿弥陀佛，就包含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。我嘛发这个愿，你有这个愿，那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功德力，就透过你的愿力去加持对方。各位，到一天你若要死啊，我来甲你念，安尼你会超度去极乐世界未？哎，安尼你相信就好啊。啊，起码呢，你嘛爱去做，你起码就要家己做念嘛，暗时等于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安尼啊，你就要替别人念嘛，你替别人念，就替家己念，啊，你就永远的保持念阿弥陀佛的法喜，愿力当中，你一时啊压力就无，啊破病更好念佛，无钱更加好念佛，有钱嘛爱念佛，啊，我都帮助别人去念佛。那念佛是积极的、快乐的、当下的快乐，念佛唔免等啊死了。啊，念佛就是咧帮助众生。假设各位今麦是得癌症的人，我咧带各位念阿弥陀佛，你若我都用这种心念阿弥陀佛，请问你会艰苦未？说爬起来，讲要来助念，未记家己得癌症，因为你的心已经进入伫佛的心，佛的加持内底，你没有癌细胞啦，你更加艰苦，佛力不可思议。这要有正确的方法，所以来念一下《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》。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，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，啊，老阿尼啊，你叫老母，老母马上就来，老母所有力量拢没有一所听的见，所以你咧念大悲咒、药师咒、阿弥陀佛、心经、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拢无要紧，啊，各位用这种的心态去甲水念，因为水内底有鱼啊，去甲食物念，食物回家就解脱，去甲虚空念，是法界，啊，用佛的心。用佛的法界，用佛的心去帮助九法界众生，和菩萨拢成佛，和声闻阿罗汉拢法王愿意成佛，和六道众生拢愿意成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大家拢得到阿弥陀佛圆满的加持，那么进入迄个世界，那么进入阿弥陀佛的境界，阿弥来念佛来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当愿所有众生，所有动物。西蒙众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南无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慈大悲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让大家来念五分钟较大声的阿弥陀佛，好唔好啊？大超多，大慈悲，当下你变阿弥陀佛，你切掉你家己啦。原来我跟阿弥陀佛无二分别，哇！我因为我专心的念阿弥陀佛，好，大家开始来。